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参加全国两会的女代表、女委员、女工作人员，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，向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女同胞、海外女侨胞，致以节日祝贺和美好祝福，希望广大妇女振奋龙马精神，发挥半边天作用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巾帼贡献。